巨人网络拟收购摩尔庄园运营商淘米集团，超七成权益，估值15亿元。10月17日，巨人网络发布公告，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东正瑞波方面持有的淘米集团72.81%权益。经初步沟通，淘米集团的企业价值估值为15亿元，最终交易价格将由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。其旗下三个知名 IP 摩尔庄园、赛尔号和小花仙宣称实现了影鹅互动。淘米集团先后开发运营数十款游戏产品，产品同时覆盖电脑、手机、网页等多个客户端。